那么有32.9%的民众支持赖清德先生，20.5%支持柯文哲先生，17.5%支持侯友宜先生。请问您支不支持郭台铭参选？那有33.5%的民众是支持的，但是有48%的民众是不支持郭台铭先生参选。如果郭台铭参选总统，请问您认为对哪一位候选人最有利？那有超过一半，也就是53.4%的民众认为对民进党赖清德先生最有利。